走在后面的还累，全部塞这一块，那个背又负重，重量。 这个不是像棉的视频来的，本来用那种，哎，这个好难拉着这样拉着这样子，本来用那种什么好像很小的那种扣在那个上面，但那个那玩意儿，那个如果动态那种的话就很不好，还是只能用这个东西，但反那种又太大了，太重了，哎，这种是它还是属于叫做。 那个体力不得了，如果昨晚登顶，别太掉了。
拍摄吗？没有啊，我怎么全程啊？你看我走的可以全程吗？全程拍摄。哎，全程啊。全程的话，那个东西在那个帽子顶上。这样拍就算了。哎呀，但是那个分开，那个电池，是不是啊？但是那种要无线发射才行的那种，如果有线的话，那种有线的话，对，那种也可以弄，但那种要自己弄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那买的那种质量不好的，要自己弄啊，你知道吧？你会搞吗？戴帽子那种你会搞吗？就是啊，那种要自己搞的。9，你10。十一。十二。十三。摔下去也没事。我们这里多少人？秋风。38。后面还有一个到落尾的。那个是莫小远吧？你家老弟又重复那大峡谷啊，跟不上，乱七八糟。跟不上就不要留在这里看东西了，带他。谁跟得上就上。最后那个莫小远没有这种选择。你走都跟不上你。怎么上？对呀，没有。这脚步都跟不上，那你前面的帮我们加油，现在跟快一点。有拍，都有拍。嗯。哎。这拍的也累啊，拿点。对啊，这个累啊。视频是1080的。反正
们走一点，走一点刷牙。还在那里，在出发，在工作。这样的。